大爷传奇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这么些人呢？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好的，嗯，听见有喊了吗？啊，听不见。有一姑娘喊于老师记得烫头啊，这忘不了这。嗯，谢谢吧。嗯，这个你们说完了，该我了。嗯啊，上海，对呀、啊，好地方，是每年来好多次，至少两次啊。嗯，大型的演出，对。今天这屋坐满了10000多人，是。你说，大伙儿这么捧咱们，是不是咱们得好好的说相声？咱们一直也挺好的呀。哎，嗯，老了。啊，您说岁数大了。嗯，老了老了，觉得自己不如年轻的时候了。是吗？你看啊，我们哥俩差4岁。对。方方面面，谦儿哥都比我强。就我大4岁，还比您强，尤其最近还拿了个影帝。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我那是跟人圈里起哄。哎，嗯、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得得到的。您过奖，澳门有一个金菊花奖啊。是于老师，不是太棒，金的不是不是，还金的银的也不要啊这个啊，那就。金莲花奖，金莲花奖，对，澳门电影节的影帝，哎，不敢当，哎，哎我瞧见了那个报纸上，啊，自媒体上，到处都是，啊，他们大伙儿捧我，我一回家，郭麒麟还说呢，大林说什么了？看看我师父于老师得影帝了，啊，我也要努力，孩子有上进心，我说努力是对的，但是千万不要有压力，这对。你就记住那句话，怎么说的？你拿不拿影帝？嗯，你都是我儿子。嗯，这话以后回家说去啊！这把我都给搁在里头了，您这个，你跟他不一样。当然了，他是亲儿子啊，我是干儿。好家伙！越说越不像话，最好的一个人，您捧我，真的，谦儿哥，嗯，热心肠，啊，热心肠是对的，无论谁找他帮忙，嗯，没有不答应的，这叫乐于助人呐。他门口那小饭馆，嗯，小饭店苍蝇馆子，哦，于老师来帮个忙吧，他们都找我帮忙，一定会去的，这乐于助人吗？他有一个包，啊，打开包，有一白帽子。哦，还有一身装扮，白大褂也穿上，穿好了到小饭馆，嗯，包葱包蒜，嚯、哦，蒸饭炒饼炒面炒菜洗肉上端下来撤了刷扫地，这饭馆就我一个人是吗？我这帮忙来了就耍我一个人，小饭店没有人呢，没人呢就我一人吗？穷啊，哦，小饭店的老板全家。开着私人飞机出去玩去了，让这孙子回来洗碗来得了，干嘛呢？事儿不大，说明于老师这份爱心。我喜欢帮助人。小饭馆回来，帽子摘了，大褂脱了，嗯，刚要抽根烟，歇会儿，又有人来找帮忙来了。这回谁找我呀？后边胡同孙奶奶去世了。孙奶奶去世了，有我什么事儿？儿子不在家。哦，没有孝子不能出殡，让我当那孝子去。于老师打开包，拿出白帽子来，这回就对了。嗯，白大褂穿上啊，自个儿提前准备了一个幡儿。嚯，我准知道孙奶奶要死，进门就哭，那孝子吗？把事情料理得特别的完美。嗯，都完事儿了。
啊，孝子开着私人飞机也回来了。这孝子就是饭馆老板感情了。这回来倒上杯水啊，刚要喝，喘口气儿，又有人找来了。这回又谁呀？于老师，啊，咱们旁边那个体育馆，啊，今天有比赛，啊，有比赛就让他们比着呗。请您去帮忙。我能帮什么忙啊？于老师，你头走，我马上就来。我连什么事儿都不问。打开书包，白帽子掏出来一戴，准知道有白帽子的活儿。那个白大褂穿好了，嗯，奔体育馆，干嘛去？来到这儿，大家都等着呢。哦，于大夫您好，于大夫，请。哦，进来了。嗯，一推门，这儿一大桌子。哦，上面放着100多个茶杯，茶杯里头是，今天是比赛啊，要检测兴奋剂。哦，有这么个环节，100多杯尿样儿，这我还有这手艺吗？于大夫，啊，请，啊，让我来干这个。于大夫很开心呐，是吗？这100多杯是个体力活，嗯，哎，我做什么口腔体操啊？跟着，端起一杯来，啊。这个观察颜色，嗯，啊，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这运动员尿出茶叶来了是怎么的？我吹什么呀？有沫子，嗨，这身体也够呛，这么检查呀？嗯嗯，喝出好来了。嗯，行，别空了，至于那么爱喝吗？非常健康。呵哈，我就因为健康我空空。又端起一杯来，这回还是有沫子。嗯，这干嘛呢？醒一醒。哪儿有醒？尿样也醒。这个呢？血糖偏高。这都能尝出来。有沫子就容易打嗝。哎呀，这个注意个人卫生啊！嗨，这都是运动员吗？这100多杯都得喝了，然后这量还不小。那是，嗯，这不是一般人能干的事情。是一般人谁干这个事情？单纯、善良、热心肠，我这叫傻了吧？这天下第一好人呢？啊，我还好人？那是。他这个好不是后天学的，嗯，怎么是先天的？这是骨子里的遗传。哦，这还有传承。他父亲就是这么善良。又说到他老人家了，嗯嗯，有可能，嗯，有的朋友们在相声里边听到过于老爷子的故事。不用有可能啊，您没少说，大伙儿都听过。我自幼从艺啊，到现在越发觉得郭德纲在相声舞台上的渺小。怎么在相声里面我只占20%？那剩下那80%呢？于老师和他的家人。哎，净指着说他们呢是吗？哎呀，人家真有那个在道德方面有洁癖的先生们啊，坐在底下听相声，拿纸笔都记录下来，记，然后找地方去举报我。这还能举报呢？郭德纲说于谦他爸爸姓张，写下来了。这要我也告去。嗯，写完之后弄好了，嗯，找个物业啊，你找物业干嘛去？就这么一说吧，哈，好吧，装修去了吗？啊，就随便说，找一个有关部门，就是物业啊，到物业去告郭德纲去了。哦，其实呢，实话实讲，我从小说相声，我在桌子里边站了10年。哦。桌子外面走马灯一样的换逗哏的演员，是谁站这儿谁说我。哦，他们也说，哎呀，郭德纲他爸爸怎么着了，郭德纲他儿子怎么着了。嗯，那个剧本故事就是这么设计的。哦，跟您看那个电影是一样的。嗯，那是假的。嗯啊，你说你看个电影，这管这叫爸爸，你怎么知道是假的呢？嗯，你看个电视剧，一个男一女的俩人一被窝睡觉，你知道是假的，你还挺爱看。话剧舞台上还是啪给一嘴巴，那光腚还躺下了，
还跟那抖楞，假装死了，你也知道是假的，你都能接受。嗯，怎么到我们这儿都是真的呢？对、啊，你这个智力为什么要买票呢？你啥？其实，没有人不知道是假的，都知道。请记住郭德纲的这句名言啊：冤枉你的人比你还知道你有多冤枉。你看。这个哎呀一说你真信，那不成傻子了吗？是你看在台上说于谦他爸爸怎么怎么着，你们哪知道于老师数钱的时候可开心了。我呀你提这干嘛呀？相声就是两个人站在这儿说故事。对呀，故事的主人公第一就是我的事情，嗯，第二就是他的事儿，对，第三就是我们两个之外的事情，就这么几个渠道。这个人一定要说我们的直系亲属，不能说别人，你也不能说观众啊，不行吗？哎，你看那边那大哥了吗？他媳妇跟我可好了。哎呦，我还没说完，他菜刀扔上来了。是，不合适。嗯，也不能说其他的行业，行业也不行吗？哎呀，我们今天要讽刺一个行业，怎样怎样、嗯？我这还没到家呢，他微博上已经乱成一片了，告诉啊，郭德纲又骂什么什么行业，又上热搜了。哦，明天我还得道歉。你说我都这个岁数了，我不能指着道歉活着呀，是吧？别介了，相声就是一个手艺啊，嗯，吃饭的手艺、哦，我们不能一天到晚的老是对不起对不起，那就没有意义了。不能老道歉啊！你别看这个台上说于老爷子怎样怎样，嗯，其实生活中我见他父亲，我尊敬的都不行了。啊，我们这是有礼貌的一个行业，台上无大小，台下立规矩嘛，这是我们行里的规矩嘛。于老爷子那个人是这份儿。啊，老头也好着呢，特别善良。嗯，信佛，没错，胸口老挂着一袋铁观音啊。我爸爸信佛，这挂袋茶叶干嘛呀？不懂，而且没事站在门口老抱着一个机器猫，哈，老小孩他就喜欢这个，童心未泯，然后他就喜欢玩具嘛。又于大爷抱着机器猫了，这个搭个话，什么叫机器猫？啊，我们有名字。对了，我们叫多拉，多来 A 片儿，别胡说八道啊！好的，您那叫多拉 A 梦，啊、哦，那我哪懂啊？你父亲看的日本片实在太多了。嗨，那也记住了这个，好吧，记住了这个啊。反正认识他父亲的人，嗯，没有一个说老头不好的，都喜欢他。他父亲就好像一个慈祥的老爷爷啊。干嘛好像一个慈祥老爷，他就是一个慈祥老爷爷。这个在文学修辞上啊，这个叫拟人化。我爸爸就是人，干嘛还拟人呢？啊，好，那不重要了，不重要了啊。什么就不重要了？他父亲是特别喜欢我啊，每次一见我，咱们吃饭去吧。不，他还请你吃饭，走，吃饭去吧。哦，好啊，嗯，我带你去吃什么去呀、啊？带你到全聚德烤鸡店去吃个鹅。这老头也没见过什么，哪儿啊？全聚德是吃鸭子，烤鸭。同志，你父亲绝不能说鸭子这两个字。为什么呀？因为老头被鸭子伤害过。这咱们得问清楚了啊。嗯、我爸爸被哪个鸭子伤害过呀、啊？你请注意你的措辞。什么废话？你不是说的吗？被鸭子伤害过。你要这样的话，我上物业告你去。你嗨，这物业也有点忙。你这啊，你说说怎么被鸭子伤害了？因为你父亲小的时候在全聚德烤鸭店，嗯，做过学徒工。哦，他在那儿学过徒。后来弄得不愉快了。哦。所以同了他不能提呀、啊，烤鸭呀、鸭子都不能说。伤心了。对了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他父亲12岁就到全聚德烤鸭店去做学徒，啊，这打杂学包葱，啊，徒工开始都是这样，因为吃烤鸭离不开葱啊，啊，那倒是，给大家普及一下吃烤鸭，这还能普及？按规矩来说，嗯，吃饭有很多要求，烤鸭，我们来了，哦，要吃烤鸭，嗯，先把那生的鸭子拿上来让您挑，这不能吃，拿来干嘛呀？你得挑，肥瘦啊。大小合适不合适啊？哦，你挑完了之后要在上面做个记号，记号。对了，因为烤完了回来还得是这只，
保证别换，这是过去的规矩。哦，有的是拿一支新毛笔蘸上蜂蜜在上面写字儿，嚯、哦！有的粗一点的人呢，就是拿铁签子在上面随便画个什么。哦，也有的写字儿，是写完字儿烤完了回来呀，还有字儿啊，写的呢，鸭子于谦，对，不是，这不是吗？这写的太突然了，这四个字那是啊，不重要，不重要，啊、哎。这个就跟饭店里边吃那个清蒸鱼的规矩是一样的。那个也有什么规矩吗？坐在饭店里边，我们要吃清蒸鱼了啊，拿大抄子给您拿来了。嗯，您看行吧？看看。您只要说这条鱼没问题，可以了。按吃饭的规矩啊，必须同着您把这个鱼摔死。哎呦，干嘛摔死？不能拿到后厨给您换了。哦，换冷冻的了，换死的了，嗯，都不可以。就保证这条，同着您啪摔死。嗯，这是做生意人的良心，让您看着。现在有的饭店不讲究这个啊，你看挺好，他拿走了。嗯，一会儿你吃完一出去，嗯、你看水族箱那鱼还打招呼呢。哎嗨，这鱼也是半熟脸了。嗯嗯，他竟给放生了啊！这吃饭的规矩哦。待会儿烤鸭烤完了端上来，一只烤鸭先把脑袋切下来。哦。再把鸭子屁股切下来，要这两样干嘛？找一小盘子放好了、嗯啊、看看这一桌吃饭的人，嗯，谁坐在主位。什么叫主位啊？这一桌不管是八个人还是十个人，一定有一个人坐在主位、嗯、怎么看呢？就是这个座面冲着门。哦，这个是主位，冲门。这吃饭的人里边最有钱的、最有势的、身份最高的，嗯，哎，他要坐在这个位置上，这叫主位。哎，这个盘子放在他面前，干嘛呀？这叫有头有尾，这是一句吉祥话。这个鸭子要片成108片的丁香叶，这都有数。哎，摆在桌子上。嗯，吃法三种。嗯，头一种就是用薄饼来卷，都这么吃。这个饼搁在手里边一攥，得是一个团儿。嗯，松手得打开是一个片儿。嗯，一攥一个团，松开还是团、嗯、这个不行，没弹性。哎，打开了还得是这样。嗯，要放上5片鸭肉，嚯，放上葱丝儿。嗯，这个葱要用山东章丘的葱，那儿的葱好啊。那个葱叫大梧桐。嗯，最长能长到2米。嚯，不能用葱白，不能用葱绿，那用哪儿啊？用葱白和葱绿当中过渡的地方，这东西叫，这叫葱库。嚯，真讲究！拿这个卷，记住了，夏天吃烤鸭的时候，薄饼里边可以放黄瓜丝儿。嗯，春天、冬天、秋天不放，这都有规矩。那像现在似的，黄瓜丝儿、青萝卜、哈密瓜，后厨有什么给你切什么。哎，对，要省肉，这就看厨子心气儿了啊。按规矩，只有夏天吃烤鸭才能卷黄瓜。嗯，啊，这是第一种吃法。还有吗？第二种吃法是用一种空心的马蹄烧饼。嚯、哦，马蹄烧饼空心，嗯，鸭肉蘸调料，桶子里边夹着吃。是，那个调料就是酱油和蒜泥啊。这倒是简单，这个更麻烦。怎么呢？因为酱油要用真酱油，假酱油都不好买，还真酱油。你说的那个是超市卖的一瓶一瓶的啊，那个不叫酱油，那叫清酱。哦，真正的酱油是黄酱里边出来的油。什么叫黄酱出油？大块的干黄酱啊，6月3伏夏天、嗯、院子里边最热的时候，嗯，找一张锡纸，抽烟的那个烟卷里边锡纸，是大张的铺好了，上面放上酱块，嗯，在上面再铺一张锡纸啊，上面压石头，底下锡纸窝出一个嘴来、啊、嘴下面放一个盆，拿太阳晒它，晒到这个酱块出油了，那汤滴得到盆里边，嗯，凑满一盆端走，加上香料再煮再过滤，这个才叫酱油呢。好家伙，你买的那个都不叫酱油，那叫清酱。对了、啊、这种酱油和上蒜泥蘸鸭肉，拿这空心烧饼卷着一块吃，能不好吃吗？第三种就是生菜卷的。生菜还能卷？哎，生菜卷鸭肉，但是鸭肉要蘸黄芥末。呵，这就这么三种吃法、哦、要不怎么说听相声长知识呢，是吧？你看最起码会吃。你看他父亲就是12岁到全聚德啊，学包葱啊，这需要葱，一干就是20年，包了20年葱啊，后来被评为全聚德1级葱师。
这名字怎么那么别扭啊？享受法兰克福骑士奖。包葱，嗯，享受法兰克福骑士奖。是的，是不是法兰克福的人歧视我爸爸呀？他们，是法兰克福的人骑着你爸爸，骑着像话吗？不是，试着骑了一下，没听说过。哪有这么大就获骑士奖？反正天下都传开了啊！全聚德有一个一级的葱师，这包葱包的好，声名在外啊，有名了。有其他的饭店打算要这个人，这叫挖墙角。哎，这个天津有一狗不理，狗不理挖他呀？狗不理说这个一级葱师太棒了，哦，挖过来对咱们包包子有用处。包包子有什么用处？包子里面必须要放葱啊。那能放多少葱？哎呦，你甭管放多放少，没有这个葱，包子不好吃。是，您在家可能也包包子，你包完你老纳闷儿，嗯，为什么跟这个老字号的包子不一样呢？啊，有这个毛病都在葱这儿。怎么呢？你一定是葱姜剁碎了跟肉打在一起，那就和馅儿吗？记住了，窍门在这儿啊。啊，哎，专业卖包子的他那个葱永远不会和肉馅儿搅在一起。那他怎么放呢？你把肉馅儿搅好了放在盆里啊，剁碎的葱末是撒在表面。那包的时候，包的时候拿着皮儿往里边铺了这肉馅儿，顺手带一点葱，这干嘛呀？因为葱切碎之后跟肉搅在一起，经过空气，它会变臭。哦，搅和烂了。这就是你在家为什么包包子跟外边买那味儿不一样。嗯，就这么一点区别。哦，狗不理说我们得去。啊，你们也去找全聚德要这个人才。就挖墙角去了。来了就问了。啊，听说你们这儿有一松狮啊？对，有松狮啊。啊，干嘛狗不理上这儿打狗来了？是怎么着？一级松狮吗？啊，没，葱狮。什么事情啊？要这个人，要挖，来吧。哦，把人带来了。是啊，去吗？问问他。全聚德觉得不可能走，来二十年了，有感情了。没想到你父亲这儿，嗯、啊，去。我答应了，把全聚德气的啊，去可以，嗯、啊，去可以，不结账。这您也要挟不了谁，一个月不结账那才多少钱呢？那全聚德的规矩是这样的啊，工作年满60年结一次账。我这不就跟抢差不多了吗？这是啊，60年。你父亲说那我也走。我真狠啊。是，走了。嗯，松狮未结身先丧。哎嗨，松狮未结啊，走了。没有这么句话。你父亲就被人家弄到狗不理了。哦，就跳槽了。哦，嗯、这个词儿不叫跳槽，这事儿就叫跳槽。现在好多上班的孩子们都是这个公司不好，我要跳槽了。嗯，我建议以后别说这个词，都这么说，这词儿不好听。怎么不好听、啊？在万恶的旧社会，有一种行业啊，那里有很多有技术的女人。您就直接说妓女就行了。说的这么肮脏，我要到物业去告你。要我来了。成不成了我也先恶心恶心你。我看没别人去物业，就你净去物业了。嗯，但只能这么说啊，就是在那个单位里边啊，那些个女技术员们，嗯，别提这女技术员了。你这个她原来一直服务张先生，哦，后来跟李客人又去睡觉了啊，这个过程叫跳槽。哦，这是专职的这么一词儿、啊、是吗？啊，一直啊，哎，张先生来就跟张先生休息啊，后来来个于影帝到这儿来消费，就转身跟于影帝去休息啊。起来吧啊，这女的怎么那么累呀、啊？这个过程叫跳槽啊，所以说好多小姑娘我不干了，我要跳槽，可别说这话呀，不好听。那这牙碜，不好听。你父亲就跳槽了？没，不是。让人挖墙角了，就这么说吧。啊，就到了狗不理，哦，到狗不理先学习包蒜。这是不是太糟践人才了？这个费这么大劲给挖过来，结果到这儿改包蒜了。现在有人包葱、啊，包蒜的领域没有人开发。这还有什么领域啊？这包蒜吃包子不就蒜哪行啊？就蒜这拜好多人包蒜包的，哎呀，坑坑洼洼都。破了，卖相不好看，不好看。你父亲包的细致、啊、哦，喝着蒜又白又胖，不破口，因为这得用心啊。这都挺好，也破了，
也破了怎么办？他吃了。嗯，别浪费。嗯啊、哦，不浪，又破一个。嘿，还有没有别人的份儿了？这个。一晃干了20年，又包了20年蒜。你父亲提出来辞职，干嘛辞职啊？胃受不了。哎，对。没包几个好的。嗯，狗不理说辞职也行，不结账。还有60年不结账。狗不理的规矩是这样的啊，活够130岁结一次账。好家伙，他把算钱算上了、嗯、啊。嗯，你父亲那也不干了啊啊。嗯，打这儿起一出来一身的能耐。这有什么能耐呀、啊？你看，长的短的全行、啊。什么叫长的短的？长的是葱，短的是蒜。就会这两样能包葱包蒜的同时，看着这两家的厨师炒菜、啊、学了一身烹饪的本领。哦，他学了手艺了。对了、嗯、找了一个很大的工厂，嗯，到食堂给人炒菜，那也就是炒炒大锅菜。700多人的工厂都喜欢吃你父亲炒的菜，还是有手艺。但是那句老话说的对呀、啊、什么话？不遭人忌是庸才。哟，怎么了？你父亲由于太出色啊，被人记恨，嗯，惊动了公安机关。一厨子能闹出这么大事儿来？你看，都是普通人，你比我强，你这就是死罪。谁嫉妒他？嗨呀，因为他太优秀了。怎么回事？过去一句老话嘛，啊，厨子不偷，五谷不收。哦，那是老话了，就说以前那个厨师啊，愿意从单位的东西往家顺东西。哎，对对对对对。啊有人盯着你爸爸呢，哦，这个人太优秀了，嗯，拿个本儿，拿个笔，天天的，是，啊，也记，记完之后找物业汇报去，又物业，你说这意思吧啊，你爸爸有时候也是，你看，炒着炒菜了，嗯，来块冰糖，这叫偷啊？这不叫偷啊？来瓣蒜，这不就顺手吗？葱，这嘴里没味儿，来块姜。折折味儿啊，盐面太淡了，这是、胡椒，这也拿海米，这倒是好点。馒头不值钱，饼、面食、花卷儿，不是主食不值钱。包子、饺子、汤圆，加点馅儿能多少钱？笼屉，嗯、啊，碗、筷子、勺，哦，炒勺、蒸锅，嗯。冰箱、冰柜，嚯、哦！桌椅板凳，嗯，电灯、电话、电扇，哎呦，空调，嗯，房顶子，啊，窗户、门、地砖，哎呦，女服务员，嚯、哦！好家伙，没有他不要的呀，感觉。嗯，就是这点事情啊，判了10年，好不多，啊，要我判就枪毙他了，嗯，多可怜。可什么脸、啊、一个人才，哪有人才、啊、在监狱里待10年啊，包葱还包20年呢。但是啊，你父亲说了，我要好好改造，这就对了，积极配合，哎，要早日出狱。对，经过他的努力和几次立功，怎么样啊，终于提前半天释放。要是我就坐满了他，你这我饶他那面呢，是不是？回家了，啊，10年牢狱生活，行，回家，到家之后很开心，怎么又开心了呢？这10年监狱不白坐呀，落下什么了？嘿，10年监狱到家一瞧，啊、儿子6岁，老天爷呀，对得起我呀！等会儿关上一扇门的时候，不是有把地印子那盖儿没有？没有，啊，好家伙，账算错了，怎么回事？牢狱之灾10年，儿子怎么会6岁呀、啊？生日大呀啊！没有太大了呢，生日大能大多少啊？不重要，到他那儿都不重要。老头自个儿也说不重要，是吗？我现在最重要的是我要好好活着，这个也对，对不对？嗯嗯。12岁进全聚德，嗯，包葱20年，包蒜20年，是监狱10年。好，是差半天10年，就算10年吧。可不是就得算10年吗？差这半天你还算那么细致干嘛？接下来啊，要好好的活着。可以，对得起自己啊。早晨6点准时起床，然后早睡早起。起了，哎呀，醒了，没有马上坐起来。醒了还不起来吗？哎呦，愣起来对心脑血管不好。
呵，真养生，我好好活着。哦，六点一睁眼，马上把眼闭好了。哦，嘴里还得念叨着，念叨什么呀？一只羊，哎，两只羊，又睡了，这是。再睁眼十点半，那就不叫六点钟准起啊，养生吗？啊，起来之后，起床先喝一点猪奶。我听着都新鲜，滋润一下啊！没有，怎么了？人家都喝牛奶、喝羊奶，哪有喝猪奶的？原来是喝牛奶，啊，那就多好。喝牛奶受伤了，喝牛奶受什么伤啊？喝着喝着，那个牛坐下了，趴在牛肚子底下喝奶去了。这一喝猪奶，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。怎么呢？往那一躺，软软乎乎的，啊。跟那小哥几个躺一块儿，小哥几个，从哪儿拎的小哥几个？喝完了站起来啊，活动活动，嗯，开始锻炼，怎么锻炼、啊？哎，找个门踢一脚啊，转身就跑，这叫什么锻炼？你说跑步就跑步，踢门干嘛？仪式感很强嘛，啊，这叫仪式感，但是有要求，有什么要求？这个门必须里边住的是个寡妇，我爸爸踹寡妇门去了，快点。他倒不刨觉悟坟，那是晚上的工作啊，还分早晚呢。就这一通跑啊，跑一身汗，嗯，然后到河边去游泳。干嘛上河边游泳去？他原来也在那个游泳馆那儿游。哎，游泳馆多好啊！后来遭到歧视，哟，游泳馆不让去了。怎么？凭什么不让去？因为你父亲淘气。这怎么淘气了？在游泳馆那儿啊，撒尿。您这大惊小怪了，少见多怪哦，都跟池子里撒尿。你父亲跟他们有区别？怎么区别？你父亲是站在岸边尿。嚯，好家伙，拿游泳馆当厕所了。你说尿谁一脸谁不骂街？哎呀，就别站那么高了，对吧？啊，他说站得高尿得远，尿那么远干嘛呀？所以后来人家游泳馆不让他去了。那是别去了。他愿意上河边。怎么呢？因为河边还有很多那个跳广场舞的老太太了。那跟他们有什么关系？都坐着，都坐着啊！看我脱衣裳，嘿，好，人叫老太太一脸从上到下，嗯、啊，脱个一丝不挂。哦，为了让你们看看我后背的纹身，呵，还有纹身？呵，你爸爸有纹身啊，打脖子到脚后跟啊，纹了一整条带鱼，多难看呢！纹这玩意儿。所以必须要一丝不挂，穿着点呢。哎呀，带鱼穿裤衩不好看。哎，对，那就别穿了。哎，嗯，红跳水里了啊，游啊游啊游啊，呵，活灵活现，游得好，每天都得让人拿网捞上来。哎呀，光看带鱼不看人，咱们这才回家。回家干嘛？回家要先吃饭。哦，到了午饭时间。哎，中午一般来说喝点鸡汤。哎，这好啊。哎，自己上菜市场买了个。女鸡啊，女鸡，对对对，女鸡不对，什么还对？那叫母鸡。怎么还有广东人啊？哪儿广东人？母鸡啊，母鸡，两码事儿啊。喝碗鸡汤，打电话叫一个披萨，我还吃个洋餐。大爷，您这披萨来了哦，切八块还是十二块？怎么切？切八块。为什么呀？十二块吃不了。哦。傻小子，那个吃完了、啊、睡一会儿午觉。哦，午休。起来大约是两点钟。嚯、哦，两点钟起来活动活动、嗯、要去健身房了。嚯、哦，还上健身房。两点钟要去拉皮条。哦，你先等一会儿啊。好的。我爸爸两点钟就拉皮条啊？是的啊，我觉得早点了、嗯、应该是晚上八九点钟以后。不像话啊！不是，是不像话。您说错了，嘎啦啦啦啦！哎，那叫拉背气。我哪懂这个啊？老头一进健身房，没有不认识的，他熟了，都起来，呦呦呦，哇！于大爷来了啊！啊，是。看您穿衣裳都不适应，嗯、啊，叫净看游泳了是吗、嗯？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嗯、啊，哎呦，大胖子你来了，都熟，用功啊！嘿，老赵，哎，最近练得不错啊！是是是，哎呦，你值得表扬。怎么呢？你看你这胸肌多发达呀！真的吗？大爷，我是个女的。呵，哎呀，熟不熟就跟人搭了话。你爸爸很开心，这是开心了。哎，跟这儿待到四点多钟，啊、哦，回家吃晚饭。
这就吃晚饭。但是晚饭不吃碳水化合物，那就是主食没有了。粮食不吃，对，吃一点粗粮。粗粮倒是有好处。先拿出一块红薯来啊，吃点白薯。哎，这个东西也叫红薯，也叫白薯，也叫地瓜，也叫山芋。对，每个地方称呼不一样。啊，弄一块这个，吃这个，不能蒸，不能烤，不能煮。哟，那都不能这么吃啊？因为这样烟火气太大。啊，那怎么吃啊？他们家有一个爆米花的炉子。他要干嘛呀？现在很少见，过去有那个啊，拉着风箱咕噜咕噜一摇，哎，就一踩，咣一下，哎，他拿这个爆红薯吃。怎么爆啊？这个玩意儿？先把红薯切碎，啊，切得粉粉碎，啊，搁这炉子里边，啊，摇。哎呀，墙上、脸上、身上，嗯。小偷看着照着镜子很满意啊，很满意。谁要说我便秘就打死他。哎，对，不便秘您都掉粪坑里了，这玩意儿，嗯，太开心了啊，太开心了。那个把榴莲给我拿出来，要吃点榴莲。哎呀，不要冰箱里的榴莲，冰箱里好储存呢，对胃口不好。那您要怎么吃啊？用微波炉给我打一下。微波炉打上榴莲吃啊？他们说微波炉打的榴莲是栗子味儿的哦，哎，我这么一尝啊，栗子味儿的，屎味儿的，哎，这是吃味儿的，刚才那是看样的，哎，真的好好哎，哎，开心啊，别抹了就，倩儿啊，把煮鸡蛋的盆给我端上来，可算吃点正经东西了。他要吃煮鸡蛋，赶紧吃吧。童子尿煮鸡蛋，童子尿煮鸡蛋。浙江有个地名叫东阳，是啊，东阳那儿童子尿煮鸡蛋，人家有这个。吃完之后说夏天呢不中暑，哦，但是太小众了。是北京城吃这个了，就是他父亲一个人，就只有他认。每次煮200个鸡蛋，哎呦，200个鸡蛋好找啊，啊，童子尿哪有啊？这周边也没有小孩，哪有这么多孩子呀？嗯，后来他父亲想开了啊，得了，怎么呢？谁年轻的时候不是童子啊？就这讲想通了，把我的老哥哥们都请来吧。哦，还得老哥哥。20多个老头坐着轮椅的，抬着担架都来了。好家伙，弄一大桶尿尿尿尿尿尿吧尿吧，嗯，哎，尿了5天，尿了半桶。5天才尿半桶啊？前列腺都有问题，你们先治病去好不好？哎，然后过滤。他妈还过滤？有半桶石头。哎呀，剩下这个，嗯，搁在锅里边煮鸡蛋，真煮。一说端上来，于谦端上来啊，这一大盆连汤带鸡蛋，是热气腾腾，热骚热骚的。呵，谦儿端上来，嗯，就呛嗓子，辣眼啊，嗯，真是孝子啊，给他爸爸包鸡蛋，哎，包一个吃一个，这味儿窜。老头开心呐，啊，这手鸡蛋，这手榴莲，一脸红薯，嗯，好家伙。连屎带尿一块儿了，谦儿，怎么着？别光给我包啊！我干嘛？你来俩鸡蛋吃。我呀，把谦儿吓坏了啊！哎，鸡蛋我可吃不了。对喽，我喝点汤吧。去。这世界很酷。